京的这种大赛，就这批球员就是和以往不一样，就是说在反手防守这块正防有防。就 three four， 专业的角度来说，这发的是个好球。哎呦，擦网救起来，转手拉，好球。奥运队一个报名情况也是两个单打。好的，相持反手。现在也是世界冠军，拉斜线，第二板，拉中间，直线，继续拉着反手，对方变直线，卷拉，好球。现在他的反手啊，明显前排他不是说力量重，他是稳一些。好的。哦，好，漂亮，真好。拉住反手，中，都发的不错。对了，这有机会人退出一点点，这样子争。现在打成五比六，压出去，正手，转拉，转手，对方反拉。我都感觉马龙的脚底下步伐移动好像显得有点不是那么快啊，还是有点打完之后连续性不是那么。因为这个团体赛打还没找到，就是说就特别好的战术来打。就是还是比较犹豫。好，相持，再相持。相持的时候，就你现在正手的命中率，连续的命中率也不是很高。哎呀，又是这。现在就是没打开局面。好的。反手拉起来。转正手，第二板，好球。他就是相对放的比较开。短，好的，转手，哎呦，这底线长的，拉住反手，七比五，来看，中间再拉起来，马龙反拉，第二板拉住反手，好的，不轻易丢，好球，啊，了解，这个球啊，真是，摆短，缩长。马龙拉直线，防住，马龙转手，漂亮，哇，八比九，好球，大领先，接把球拉起来，第二板连续，漂亮，一样很大，对，所以说，作为运整体运动员，一定要自己要有坚定自己的信念，不管你落后多少，只要没到最后一分，你要。好球！反控，哇，甩打！哦，漂亮！马上这个状态啊，气势啊，自己发挥啊，希望他漂亮，这样的话接发球难度就会增加。哎，侧切，哎呀，这机会，这个控球能力确实非常好。哇，变了个落点，哎呦，好的，哦，这球，运气不错，打运气的这球，好。
这球我们眼看着就对方搓的特别转，那球基本上你就拉不起来的那感觉。但是马龙呢，他很幸运拉了一个球，好打，运发虚。你看，现在的反手，漂亮！回摆，收藏。3-7。中！这是一个右裆，这个空裆大家看到。非常及时，中！哎，翻回来，翻回来了，9-3，大比分领先。变直线，对你是好事。对，你太顺了，以后到最后啊、关键的时候再出问题，然后没有调节的机会，最后出问题，自己还会好好总结。这样呢，马龙就以4-2的大比分战胜了日本的松井健太，晋级到了男子单打前八名。我们感谢韩华指导。接下来呢，我们。